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creator，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。我们一起来创造睡眠养生的时代，弘扬全世界。当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，最需要你的信心，有如太空人，他们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他们就相信自己会到达目的地。当你很辛苦，想放弃的时候，最需要你坚定的信心。这种太空人的精神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，但是我们的 Team Elite， 你们做到了。刚加入 AmLife 时候，我一屁股债啊，还不清啊，都不知怎搞啊！真的，那天如果我没有放下身段，我没有给我自己一个机会，不要去听，不要去了解，不要看那个一步，可能会实现今天的梦想吗？这是我给我自己机会，今天你们也是要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要敢梦敢想，好不好？敢梦敢想才可以制造很多东西。如果人不敢想，今天有飞机吗？有灯泡吗？有电话吗？感谢你们这五年来对 AmLife 的爱和包容，谢谢你们与我共同度过，与我共同进退，一起冒险，一起成长。